は入ってこい。今天忙了一天，然后又到了欢乐的打球时间了。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伟忠他家，真伟忠先生。最近一次比，我跟你的比赛两次嘛，一胜一败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是 moment of the truth， 今天还要顺便呢、啊，就是给你讨教几招。是伟忠的小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我们今天要练球吗？不用练了，直接开始了。哎、欸，旁边有人观赛。我昨天跟阿乐打球啊，前几天又跟 Kiko 打球。Kiko 被他惨电。哦！耶！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也会被你惨电？
轻巧轻巧。哎呀，你完蛋了！有啊，来，等等，没离开，我一定要干饭动作。来，没离开，谁管你不离开？好啊，下次就你们两个打。